竟然喺我見到夜叉，今次第幾次？第一次咋？嚇！昨晚明明好開心㗎，係你做主動㗎。我唔知道你諗乜嘢，嗰下得人驚。你唔係最憎人呃你，你係最憎人呃到你。 仲要衰喺个茉莉手上啊嘛！吓，无啦啦多到个妆太，霸气总裁遇着全职妹女，一个天生爱情狂，一个天生工作狂，真系可以从此就会幸福。全职妹女。